根据政府统计呢，光是这个月因为大雨带来的农业损失就已经累积到了7亿元。在这些数字的背后，还有很多的灾难正在发生，像是我们在高雄的这个甲仙呢，就看到被雨打到淤青的芒果，还有在屏东林边有一整园的莲雾园都成了汪洋一片。这些果农是年年种年年赔，果商土商无人闻问。梅雨封面和泰迪台风接连在2周内侵袭台湾，造成的农业损失合计9亿元。可是，却还有许多看不见的损失，正提醒着我们，农业的未来在灾难之中岌岌可危。高雄市甲仙区东阿里关的这片芒果园，占地1甲9分地，是韩先生韩太太耕耘了22年的心血，现在正进入采收期。你们那个瓜场是要用去低了六龟林去搭，去搭遐有无？伊地层下陷，我伫爱地门伫遐赶咧中岛进前处理无路，伊就搁放弃啊。哦，伊地层下陷，你即摆暂时会当防过，你搁中岛啊搁落雨，伊就袂防过啊。经过6月中旬的梅雨封面后，整园芒果才刚换过袋套。可是没想到，刚过一个礼拜，满地废弃的袋套还没有清掉，又遇上泰利台风。我拢已经有习惯了。现在这就是落雨的表皮受伤的，就是安尼乌乌啊。这就是落雨的，风雨伤大，伊的袋子受不了伊种迄落风雨，风雨伤大。今年雨真正无多，四安七落雨真正无多，毋捌拄着。我听老一辈是讲，好像还没有遇阿哥妈拄到讲吼，从阿未办的落雨落这大。本来希望新袋套可以保护芒果外观，在外销市场上标到好价钱，可是泰利台风的大雨却把整园的芒果外皮打出一块一块的黑斑。啊，你像这呢，你虽然是无落伫土脚无歹去，不过这果皮受伤伊。这外销袂过啊，那这就不能外销？不能啊，就只能送我们拍卖市场呀。啊，拍卖市场正常的来讲，价格跟这种也是差一半呢。哎呀，外观你外观起来，大家都是要买外观比较漂亮的，这种袂使啊，都歹去啊，这种歹去的啊。本来外观有一点像人的淤青哈。系啊系啊。掉在地上才算农损，可以领补助。挂在树上反而吃亏，不能外销，只能拍卖，价格顶多只有平常拍卖的1/2或外销的1/3。不过这样由农民自行吸收的损失还不止如此，如果耕地环境遭受破坏，那损失更是无法计算。庄稼拢无整理，进料进家哦，变人讲啊，讲啊，这有嘴无尻川啊，有嘴无尻川哦，就表示讲哦。买起大狗、买狗啊，无底去啦！啊，所以这下人是解无奈，做事人人讲解无奈，就是安那。因为超抽地下水造成地层下陷，近10年来，屏东县的黑珍珠莲雾园总是不断上演淹水灾情。你看，这度的水这么深，就要到这里啊。哦，这都就到遐去啊！所以这伊规个阿园，迄老丛的园，迄你看，迄得偌济好无？部分农民花钱堆土，重新造园种新树，一分地需要40万。可是这片莫拉克台风后堆高的莲雾园，却又在这次梅雨和台风期间惨遭淹水。来不及长大的莲雾树根本还没有收成过。上个礼拜迄个低气压来的时阵，有啊，有啊，都没有退过。无有退了啊，退了，这两天还有诶。哦。这两天搁来搁有啊。这两天的水无足多啊。无足啊，顶回的水桥到这，未当入来啊，你的车嘛未当到位啊，人要行嘛歹行。那这里只要有一点水就淹了。淹了。伊是为上游慢慢地跌下来。
不仔细看，根本分不清楚哪里是路，何处是沟。像这样的莲雾园，单单林边乡有100多公顷，其中永乐村就占了一半。我感觉我细汉的时阵哦，这所在是规片哦，什么物件我都拢会种植啦，什么物件都会种。伊这是播两冬稻啊，四月冬嘛会播一，十月冬嘛会播一，十月冬播了，伊就会当种小葵，啊慢慢会改变哦，地形的改变，地层下陷改变，改变到即马，连黏，因为人讲黏雾较唔惊水消化，佫会种植，连黏雾种嘛袂种植啦。已经淹死的老丛莲雾树，树上的扶手罗乱，水面上的枯枝倒影，还有远方的红冠水鸡，构成一幅诡异的农园景象。当人们已经开始认识灾难，学习自保的时候，这些无法撤离的农业作物又该如何面对气候异常、环境变迁的未来呢？每次只要台风豪雨过后，大家可能会感觉到，哇，这个菜价又要上涨了。虽然呢，消费者会注意到自己的荷包又要缩水了，可是这背后所隐藏的粮食安全问题，以及庞大的农损所带给农民的生活打击，却是很少人关心。到底这个农业损失是纯粹的天灾，还是夹杂着人祸呢？面对极端气候的到来，农业又该采取何种避灾的策略？豪雨落下，农商悲情，一年又一年的危机重复，农业到底有什么避灾方式？金黄的稻作平原响彻着金属的敲打声，台南雪甲农民黄先生端着铝盆拼命地敲打着，在无法收成的稻田前，希望赶走不断抢食的鸟类。啊，鸟啊，鸟吼，足高嘞，吼，我出角鸟啊，出角鸟啊，出角鸟啊，拢在食青啊。啊，你出角这安那？青啊，这搞无动啊，搞无动啊，很烂去啊。610豪雨以及接续的古超、泰利台风带来大量雨水，让黄先生的一畦稻作全数倾倒泡水，造成严重的损失。这冬打的拢害伊啊！哦，这都是阮在讲，就是讲这安尼啊，这都拢害伊啊。是啥物？啊，都烂去啊，烂去搁怎啊出个？黄先生的妻子拿着长柄勺桶，示范在大雨灌田时如何奋力用勺桶将田中的积水排出，减少农地受灾。哇，遐乌死他个呀！青岛的福稻，稻穗受潮很快就会发芽，稻谷无法收成，甚至连折断的稻杆都长出青绿的新苗。农民自嘲二畦稻作都不必播种了。一场豪雨灾害让稻田蒙受严重损失，政府收购受灾的发芽稻米，但是价格贬值，农民几乎变成赔钱耕作。进到九啊八啦，进100几的人卖九啊八啦。啊，一股差不多2万。了了一半，一股也卖了5万，啊，了了2万5。这片田地的稻米，黄先生原本收成后可卖出5万元，但是现在几乎泡汤。他伤心地表示，家庭的生活费、孙子的注册费，都寄望这片稻田的收成。你头啊大啊，你哪讲啊？我孙啊读册，我老师咧负责，我老师咧做，从我咧做工，我顶班无。根据农粮署统计，610豪雨加上古超、泰利台风，造成全台11247公顷稻田受损。政府全数收购泡水发芽的稻米，但是农民表示，稻米在倒伏后，如果抢收得宜，损失不会那么大。今天倒伏已经是既成的事实，那你公所应该出来勘查，因为今年是所有公所他没有接到农粮署的文，反正就是等着灾害股进农会嘛，
缴公粮到农会去补嘛。那公所没事情啊，那灾害跟我无关啊，所以他也不用勘查、啊。那你应该是说，灾害的部分由政府接手，政府统一去调度机具。你有领过农粮署补助的收割机，你应该有多少？就像我们的那个征集一样嘛，重型机具征集，你就是灾难的时候应该要出来配合国军收割。政府无法帮助抢收，农民只能自力救济，造成各地受灾田区上演收割机争夺大战。一台收割机在田间割稻，旁边已经有多位焦急等待的农民苦求收割机帮忙收割。农民啊，搁爱加钱给迄，即条不管讲农民有赚啊无赚啊，即倒了啊，无要紧，即条再切啊，若好下起，赶紧好下起就好啊。许多收割机业者几乎是跨区抢收，在人情恳求之下，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，也收不完大面积的福稻。我是哎呀呀，啊，平常袂挂到遮来啦。袂啊，啊，这个是拢人拢无人。冒一个迄个啦，迄个穿短裤帽头啊，你无看高只高阮过来，甲高阮过，讲我无法度啊，我用啊只买西工啊，人拜托着，叫我过爱去啊挂一工啊。本来一工是差不多挂四家，一工变阿伯挂家外，阿伯挂两家外，过好到正十点。割稻机不足，除了政府没有事先征集调度收割机，另外也牵涉长期休耕政策下。全台收割机数量已经减少，遇上大抢收，机具根本不够用。那割稻机它其实它现在以台湾因为休耕政策下来，其实整个产业是一直萎缩，所以机具大家为了求到它的合理生存，它需要移动到每个地方去采收，它才会划算。那你在这个地方 delay， 这个地方 delay。它一定时间一定强碰，一定割不掉。那个机具换算算得出来啦，你就知道，反正正常合理的工时是多少，那每天它割倒的速率是多少，那剩下多少是割不掉的，那你政府就应该要启动一个机制嘛。另外，倒伏的稻米机械无法收割干净，还是需要人力收割。农地里许多农民收拾残余的稻米，一位农民表示。种田的人总是舍不得稻子被浪费。没有啦，这小区大伯拢捡东西啊，拢种去啊，拢了去啊，这拢做肥啊啦，这两季拢做肥啊啦，够可怜的。气候变迁的问题已经让台湾降雨时间集中，并且降下豪雨，灾后的抢救只是治标之道，改变农业生产的方式才是农民因应气候变迁的治本之道。台南农民黄玉仁推动自然农作，在610豪雨之后，他的有机稻米少量倒伏，并且顺利收割。为了让人了解有机稻作的健康，他先前往一般惯行农法的倒伏稻田，采集整株水稻，分析根部的组织。就是我们从它的植株，就是等于是我们植株大概30公分乘20公分左右，我们把它取出来。你看它的根系就很浅了、啊，旁边你看这边都没有根系出来。随后再到自己的有机稻田采集水稻，并且比较根部结构，分析两者的差异性。这个是我们用有机肥栽培的，啊，这个是我们一般惯性栽培。可是它惯性栽培，这个还是没有倒的哦。差别在它的根系的深度啦，至少它的每一格的根系，你看它是超过20公分的。可是这个就是短短的在表层而已，那就会影响到它的那个抓地力的效果。利用有机稻作，讲求改善土地肥力的方法。让有机稻米必须强化根部获取养分，同时形成更强韧的生命力。我施有机肥的观念可能跟一般的人比较不太一样，我比较强调的是说，我的施的有机肥是要让增加土壤的物理性质，让土壤的微生物的量能增加，不是直接只是去提供说作物的营养需求。那化学肥料它就直接是一个营养元素进去，它是针对我们作物的需求，它不是针对我们土壤的需求。
另一位农民苏先生从事有机杂粮的种植，气候变迁的问题已经不只是豪雨成灾，还有久旱无水，都影响着农业生产。其实这几冬的咱的迄个南部的杂粮拄到的介大问题，因为气候变迁，伊的种伊雨季来的时间，哦，啊，佮交迄个开始要种的时阵，拢拄到旱灾。就是讲，简单讲，讲该水该需要水的时阵，水迄个水无雨水无来，啊，无要等要收成的时阵，啊，算好无希望水来，啊，真来雨水煞一直来。为了避灾，苏先生研究几年的气候变化，开始从短收作物中育种，选种生长期短的作物，能够在雨季来临前及时收成作物。我较专注伫杂粮，所以讲即、這个即几冬的杂粮的即、這个拄到的即个天候的即个困扰，啊，所以讲我真为我感觉真较有可能性，就讲用这個品种来即个相宜即个咱的种即个雨季。农业区面临豪雨破坏农作，同样在沿海的养殖区也面临淹水毁坏渔温的危机。但是更严重的问题在于豪雨或淹水改变或污染养殖区的水质，让生产者必须利用药物控制水质，造成食品健康的风险。咱一般的自然环境内底，遮个病毒，还是遮个虫体，还是遮个菌类。那环境变化越大，它就越容易获得爆炸性的成长。等到它获得爆炸性的成长的时候，那我们不得不要用东西去把它抑制。一般的惯性的生产者的不需要用方法去给它控制。十多年来，邱家兄弟推动生态养殖，在养殖区周遭筑高堤，防止大水淹田。以及广设蓄水池作为灾时制洪、平日蓄水的功能，并且让养殖池的水质接近自然生态，提高鱼虾的健康，来降低灾情的危害。因为阮的环境较接近野生，我们家公阮是野生，较接近野生，所以伊内底鱼啊虾啊比较能够适应气候的变化。差别点就是，阮是生态养殖，所以生态养殖就是强调的就是伊池子内底诶一种生态平衡。生态平衡就是伊的藻类、伊遮浮游性生物、遮物件，该有诶拢有安尼。面对气候变迁，邱金尧提出“人定胜天”的观念。不是人定胜天呐、啊，我们生态养殖者强调的是人定顺天呐、啊，要顺着大自然的环境去作息、去调制。你无可能讲要甲天公伯啊拼啦，无可能。吓，天公伯啊，当时要落啥物雨，咱是基础该准备的物件，平常时啊都拢爱做功夫啊，爱好好去打基础。一场豪雨造成农伤悲情，也敲开农业避灾体制的问题，同时也提醒人们，气候变迁已经无法躲避，在农业避灾的思维上，我们做了什么准备？